得折腾15秒钟。每回上台我先挨这干，差不多了吧，又掉肉沫了。瞧这边揉吧。感谢各位，谢谢大家，非常高兴，那时候跟大伙儿见次面啊，来大冬天这么冷，外面这么冷，各位朋友们都来捧场啊，这是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情谊，对各位观众对演员的心意厚爱，观众给我一片心，嗯，我送观众一夜一片情。实话差点哭了。什么叫实话？我刚后台你听什么要求啊？送给观众一片情。哎，这就对了。上台刚才是武大郎，给大伙儿说了这么一段，啊，说的不错。啊，挺好啊，下去休息一下，嗯，换上我们两个，哎，再给大伙说一遍，再说一遍，听都听去了，这个再给大伙说一个新的，哎，这就对了，小弟儿不错，嗯，年龄虽小，是五脏俱全，啊，我信，相声界的小巨人，就这个小巨人，小巨人。锯了腿的人呢，这是。我要说的那么明白。哎，换上咱们两个，旁边这位，啊，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呦，可不敢。张伟，张老师。您老师。啊，后台我们官面上人送外号的人叫伟哥。哎，很坚挺的艺名。嗯，人家后台的大人小孩都爱这么叫你吗？是不是？是我这么大几岁都要叫哥的。哎，伟哥以前是美国万艾可艺术团。我应该穿蓝大褂。哪有这么一团？说相声，嗯，说就是单说您就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呦，您客气。我就不一样。你怎么了？不光说相声。你还干嘛呀？说球。你还说球？当然，现在说球。哇！哎，这个明天吧，明天算周日，其实应该算周一的凌晨3点。怎么着？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哦，意甲。米兰德比。哦，两个米兰。哎，我乐视，我说球。哇！说球，说了有一段日子。是吗？观察足球。哦，你怎么观察？世界杯抽签。哦，看。这你也看了？有人说世界杯抽签是这叫什么阴谋论？哦，这里头有捣鬼了。这里边有事儿。是吗？阴谋论。你哪都跟中国似的。真有这事儿。是啊。真有这事儿。那你说说，普拉蒂尼，嗯，现在非法的头，啊？什么叫头啊？主席。非法的这个扛把子。嗯。这净废话。啊。就让这个。巴西一看就工作没做好，怎么呢？巴西，你就算他小组赛出线，嗯，他不是碰荷兰就是碰西班牙，哦，这多倒霉！没做好上半区很悲惨，哦，下半区普拉蒂尼把自己的国家法国，嗯，安排跟瑞士一组，顶多出来个强队，算谁？日本，都算不上强队啊，这就算这就算强队了，嗯，对不对？让法国避开了部分的强队，嗯，当然了，普拉蒂尼也很照顾咱们中国。让中国国家队避开了所有的强队。您是这么照顾的吗？那自个儿躲开了，这是。说球你就得研究啊！你这研究出什么来？就得研究。当然了，说球也有一些弊端。什么弊端啊？您看，说相声，嗯，站在台上能面对观众。对呀，啊，对不对？您要说得好，您就鼓掌高兴；您说得不好，您扭头就走。但是咱们是面对面，说球不一样。说球怎么了？各位，说球有那个键盘杀手啊。键盘杀手。一般来讲，这个视频旁边都有一个评论的一个对话框。哦。呵，
这个我学会了，我从小活到大学会了各种的村街。全是在那儿学会的。哦，这啊，解说员，你眼瞎呀？这明明的这就是假球啊！你还搁这人模狗样还解说啊？一对就各种风云吧啊！咱不能多说了，都是说你的，对不对？我怎么说我？你怎么这么喜欢你？你我说别人白闹，讨厌！这他们就天天说，对不对？我就劝各位，你劝什么？多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哦，别老吐槽解说员，解说员做的其实不错，是吗？对对，都一般解说员都是比较规规矩矩的，对不对？嗯，好好的说，是不是？您要行啊，你上，是不是？啊，要你干嘛呢？对，行，你上，又看又饿，哎，又看又饿，说点中国话行吗？东啊，你行你上吧，又看多了。我饿了，我。哎，又看不起毛病。净欺负我这不懂英语的。这是英语。确实是，咱就说这意思，对不对？大家都多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嗯，这我们知道。哎，刚说相声也是。啊。为什么咱什么都能干？为什么呀？对不对？咱能耐，能耐，能耐比你就强，比我强哪儿了呢？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就比你强。我也会呀、啊。你看看，我也说学逗唱学出来的。学啊？怎么了？学你行吗？怎么不行了？学唱，学唱，学唱啊！学唱我是唱，我没那么跑嗓子。唱唱咱有特点。你行啊？唱啊！嗯，咱可不干唱。你泡澡的时候唱。说话都缺了德，不是你不干唱你要干嘛呀？咱得有这个要气伴奏，各位，要气，这个要气，我这儿有脚气，你使不上，我这儿还有疝气，长得倒烦了，怎么说话？什么叫要气？要这不后台就都摆着了吗？那摆着那个，啊、那叫乐器。也有叫乐器，那就是乐器嘛。你等着我呢，干嘛呀？我找个乐器。你哎，拿出来吓死你！我没那么胆小。等着我呢。你找个乐器，你上后台，他就算借得出来了呢。这搞不得呀！能借我，我今儿给大伙说一顿。这后台没人看着，他真拿出一样。他去花了，真熟练。台底下有几个老客户啊？这个乐器叫葫芦丝。现炒这个啊，这是葫芦丝啊，又有葫芦又有丝啊，不搁一块儿说了，这叫吉他，吉他，嗯。不错，真响了。这就是吉他的魅力，你不弹它不响。废话。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
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是你没有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在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通便的药吧，什么叫吃点通便的药？唱都唱过，你挤没那么点上干嘛？这叫陶醉，你完了，你这你老家伙不行，你完了，你这个你这种感觉跟现在人家那几个什么什么选秀啊，人家全都拿自我陶醉，我都管他们叫干燥，你知道吗？你看不了这节目，瞧不起我，瞧不下去。啊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您这客户又说什么？讨厌！哎，对了，关键咱们还能唱句接地气儿。什么接地气儿的？人家那个都唱新歌，你呢？咱的老歌。哦，你唱老歌？当然，老歌咱们最拿。那我这不会录的听吗？想你的大白腿，来唱怀旧歌曲。什么怀旧歌曲啊？这最拿手啊！哎，我得问问你，怎么着？一般你听这个流行歌曲都是通过什么渠道？那多了啊，电视台，光盘，哎呀，电脑上，哎呦 ，MP3、P4、P5。老家伙这模样，你这我说都这么听过唱片儿？你忽略一种媒体啊？什么呀？电台。电台呀、啊？说实话，听电台的现在还不多了。嗯，对呀、啊。我个人总结了一下，那么几种人还听电台？啊，哪几种啊？低歌低姐，收发室的啊，晨练的是，传达室的，这个传。这怎么意思嘞？我这不数的那个吗？数的这是传。那你使哪个手指都不成了？数的这。他看出来，反正就是我个人啊，为了让更多的朋友重新爱上电台，那你怎么办呀？个人成立了这么一个电台，你自己办一电台？学前广播电台，我想你哪办得着这玩意儿？我要马上这就要开播，马上开播？当然，我主要任这个 DJ。哦 DJ 我不拦着你，你也属于万多的，哪儿就没别的行业，主要工作嘛，主要工作嘛 DJ 马上就要开播。哎，那这么的，是大伙儿也来着了。嗯，你在这儿给我们来了这广播电台怎么样？各位其实这个电台播音，哎，我们先听为快。行，好，今儿就今儿了。不过从现在开始，怎么着，我就不是人了。一直也不是，真的。现在我就是一部电台，你就是一电台，靠着眼睛没？是什么呀？只是灯，就是小点耳朵，这是调频钮，也不大。屁股，插座。当然演员吧。刚才人就让他做笔成样，举个例子，我还认真了，听着不行
啊，行行行，全场安静。嗯，下面节目开始。听听这节目。当，当，当，当。踩炸弹了！刚才最后一响。几点啊？北京时间。嗯。3:60。说4点不得了。徐强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音，开始了。播出的时间，嗯，由0点到次日24点，连轴转呢。播出的频段多少？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我哪找那么细的针儿去？下面节目开始。我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嗯，又到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节目。什么节目？广告。哎，谁盼着听广告啊？肯德基外带全家桶，这我还爱。原价65元，现价呢？只需6.5元，才6.5元。其余商品多少钱？2元，不错。2元，2元，都是2元，全部2元，一日2元，肯德基拆迁大酬宾。满街都这事儿，生活如此多娇。嗯，巴拉巴巴巴。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嗯，下面是民歌节目时间，来听听歌。在今天节目里为您带来的是东北民歌。哪首啊？送情郎。好歌。一步让你又来呀，二步让你走啊，这不错。三步让你穿梭了，小的每一花都啊，个一都是一个银锁链呐，小妹妹的都八宝镀金钩，好啊，小妹妹送掌柜呀，送到了大门东呐，东门一出门我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下雨刮风啊，刮风倒不必，下点小雨儿好呐。为什么呀？下小雨儿留着我的郎多待上1分钟，压根都不想走。小妹妹送长围呀，1块1毛钱，这一块呀给呀我的郎买一顶帽子戴，哎，那一块给我的郎买上一条中华烟，我上哪儿买？小妹妹送长围呀，送到了大门北呀，北边了，一出门我就看见王八拖石碑，要问这王八犯的是什么罪？哎哎，犯什么罪？只因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招你惹你了？刚才这个老家伙唱得非常的不错，我这吓死你。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嗯，下面是民生类节目时间。哎，这好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嗯，我们特意请来了北京著名相声演员谁呀？张伟老师。哦，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啊，作为嘉宾。好好，跟大伙儿一块探讨一下关于什么物价房价呀，嗯，听说最近还要涨票价呀，啊，对呀，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哎，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嗯，我们开通了一部专线电话，电话是7417417417471。什么倒霉号啊！这是。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热线。哎，咱们听听。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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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吗？是您，是我吗？是您，是我吗？是您，真是我，真的是您。那我挂了。
众非常的不像话，真是的，都能随便挂电话。对呀、啊，不是直播节目。哎，也许是信号问题。哦，这也背不住。我们来接听第二位听友热线。哎，再接一个。喂，哎，喂，哎，喂，哎，喂，是我吗？是您，是我吗？是您，真的是我，真的是您，刚才也是我。这不成心捣乱吗？民生节目播放完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是歌曲大联欢节目时间，哎，放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您带来了许多好听的歌曲，把它们串在一起，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串烧，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绿水青山带笑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分享，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好想好想，让我们大家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咦，这还给他找好的呢。解释一下，怎么着？刚才是带着观众现场录音。那好啊。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来听听新闻吧。新闻联播时间。藏起来，阿西来，斯皮达。哪儿的新闻呢？藏起来，朝鲜新闻一米大。我们这朝鲜新闻都有。现在主播李春吉一米大。阿西来，朝鲜新闻。小狼在新闻主题歌儿似的呀，还有主题歌儿。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雪衣，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雪痕。今天自由朝鲜光荣花环上，灿烂的闪烁着神圣光芒啊。新闻一米大，不都是朝鲜话？阿西嘞，中国北京。咱们北京怎么了？小狼在人民生活很幸福，斯密达。那比你强啊！阿西嘞，为什么这么幸福，斯密达？那都是金正恩将军的功劳。金正恩将军，慢才慢才慢慢才。不是有他什么事儿啊？小狼在北京相声第二班。阿西嘞，后台很热闹，李大。后台怎么了？小狼在王自健。啊、哦。阿西嘞，丁家恒、哦。他们俩。小狼在打赌，斯密达。赌什么了？阿西嘞，赌什么呢？嗯。小狼在张伟是男的，是女的，李大。你这赌个什么劲？阿西嘞，结果呢？结果。小狼在都输了。张伟是阴阳人，李大。这都是金正恩。将军的功劳，金正恩将军，慢才慢才慢慢才，再慢才我踩你，谁不拿木子？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嗯，可完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是儿童节目时间。哎，少儿节目也行啊。小朋友们，你们好啊！你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哪位呀？陈冠希老伯伯。陈冠希。陈冠希老伯伯每周的一三五七陪伴着大家。二四六呢？张柏芝老奶奶。你们二位教的多好了呀！老伯伯要为大家讲故事。哦，不教照相了。有三个小朋友。哦，三个小朋友。小明、小白、小红。差点误会。他们手里都有一个大红苹果。大苹果。他们要比一比谁的苹果个儿最大。哦，那比吧。一个小朋友，拿出了苹果，非常高兴。哦，吹起了嘹亮的进军号。那怎么吹的？谁滴答谁滴答，比比谁滴答。这是小喇叭。第二个小朋友拿出了苹果，非常高兴，打起了小军鼓。这军鼓怎么打呀？掏出来亮亮，掏出来亮亮，掏出来亮亮，掏出来亮亮。这军鼓往外蹦字儿。第三个小朋友拿出了苹果，非常高兴，打起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鼓。我打大鼓都他们一样大。我说笑不出跑来呢，脏话都出来了。儿童节目不管了，你赶紧完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是观众最喜欢的歌曲节目时间。好啊，有很多的朋友发来短信打来电话，说我们这儿老节目太多，新节目太少。哦，人提的对。下面就请您首先欣赏台湾组合谁呀？动力火车带来的一首歌曲。什么歌啊？当当，请您配合。那我一定配合。举起扇子打自己脑袋一下，听见当了吗？听见了。点播完毕。节目就会打我呀。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是由北京相声第二班一名普通演员徐强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曲。那你点播的是？徐强点播的歌曲是徐强演唱的歌曲。没羞没臊。两个恰恰好。那好。有安妮，我们里有安妮，见面就笑嘻嘻，我和你就这么神奇，恰恰好在一起。采花蜜，蜜蜂采花蜜，飞到东飞到西。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恰恰恰恰似你。蛋生鸡，鸡生蛋生鸡，要两只才可以。公的鸡加上母的鸡，恰恰好生小鸡。小小鸡生小小鸡鸡，再生小小小鸡。全是废话。小小鸡也来采花蜜，鸡采花蜜飞到了天上去。张伟老师也特别喜欢鸡，也特别喜欢吃鸡。演出一结束，我和你一起干嘛呀？一起吃肯德基。好啊，肯德基很便宜。多少钱？两元，两元都是够了。杨连岛文文送徐强张伟一个花篮，汪先生，汪先生老没来，真棒！汪先生送徐强张伟两个花篮，南哥、娜姐、海博送徐强张伟三个花篮，非常牛啊！谢感谢各位送给张伟老师的花圈。花篮儿。翻场说小段，唱小段，唱还唱啊？唱，好，唱小段。后面还有咱们这个破车不挡好道，后面还有更多的破车。全是冒犯。
配呀、啊！大龄文艺女青年，还有这么多歌呢。王小姐31岁了、朋友们见到了她，怎么样啊？都在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呢？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对呀、他问他爸爸，他问他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啦啦啦啦，你看你看啦啦啦啦啦啦，大龄的女青年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找什么样呢？是不是该找个搞艺术的，这样才比较合适呢？找说相声搞艺术的男青年，绝大部分只爱他的艺术，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啊，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搞姑娘又不止搞她一个，嫁给她干什么呢？搞姑娘又不止搞她一个，奶奶奶奶奶的，满街骂街的。朋友们介绍了好几个有车子、房子和孩子的。他们说应该找个有钱的，这样才比较合适呢。行啊，而有钱人都不喜欢他，他们只喜欢会做饭的。会做饭，不会做饭的大龄女青年只能被潜规则。不会做饭的大龄女青年只能当第三者。不会做饭的大龄女青年，千万别上火，你可以努力去挣钱，有钱了包帅哥，包帅哥，请大家先考虑我，我真的很不错，吃的少